韩国论坛上出现了一篇防弹少年团成员志敏与 Heart Single 2出演宋多恩热恋中的文章，引起大批网友热议。只见发文者表示，志敏恋爱绯闻的证据又出现了，继同样的锅子、餐桌、客厅、柱子和冷气后，现在连要价500万韩币的地毯都是一样的，让不少网友看了纷纷表示，原本以为是外国粉丝又在妄想，但重复的家中装饰已经超过10项了，就连屋内的装潢也一样，否认这件事的只有粉丝吧。只要志敏直播有出现的那个女生就会马上 PO 到 IG 上，感觉就是故意要给大家看的。但也有不少粉丝仍然不相信恋爱传闻，直呼这些都是大家的猜测，根本就不能当成恋爱证据，没有同框照我是不会相信的。此外还有不少理性的网友表示，就算交往了那又怎样，志敏都几岁了，拜托粉丝放过艺人吧。Bye.